我首先第一点就问你，也谢谢岳父岳母大人，谢谢你们同意让默默成为我新生的新娘。我答应一定比你更加呵护他，照顾他。谢谢你们。钢琴舞蹈一个项才艺，接受我心灵的接触。谢谢你们给我的爱，如今也到了属于我人生的重要阶段。我将追寻你们的脚步，准备跟拍拍一起组织家庭。煮饭的时候除了那个有油炸的不能做以外，其他都可以。对。